大家拢知影，中秋节爱食月饼，不过每年拢食月饼，有的人就食较鲜啊。那么，市包括山顶就烘焙业者推出两种所和英国点心司康结合的礼盒，希望让消费者有无同款的选择。烘焙师傅指出，司康是用老米制成的，口味比一般的搁较好食，欢迎大家来选购。烘焙师傅依照比例，将暖好的面车啊，加入一挂酥油。这是两层素的外皮，搁搭配红豆和咸两层，做成的啊，就是一块好食的两层素。刷来完全无加膨化剂，是用经过长时间培养的老面来制作成司康。光司康我们不用膨化剂的话，光用老面发酵制作老面，我们就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光发酵时间也比一般传统做加膨化剂的方式还来得慢，那比较长时间。通常我们都前一天制作，隔天再烘烤。就有点低温发酵，让它发酵，让它风味更加的丰富一点。毕竟酵母在发酵过程中，它本来释出的风味就会比较多元性一点。那加上我不同口味的话，那我们有很经典的原味葡萄，那还有用台湾的红茶，那还有用消费者大众喜欢的巧克力口味这样。因为面包爱新鲜较好食，业者指出今年的中秋礼盒决定用司康取代因的招牌窑烤面包，并搭配着应景的两层酥，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中秋节不一定要送月饼，也可以送我们的窑烤面包。哎，但是坦白讲，窑烤面包的这个保存期间是比较短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推出这个介于面包跟蛋糕之间的口感的产品啊，那就是推出了这个司康。啊，那司康就大家知道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英式的松饼，所以在做下午茶的时候来搭配我们司康，啊，那是很好的口感。那当然了，会搭配这个蛋黄酥啦，好，那两个这样来做搭配。我们来讲一直就跟这个台湾小麦啊做结合啊，好，那也希望说这个能够融入我们在地的食材。南投市八卦山顶一三九山边仔的知名烘焙业者，已经是地方的老店，不过也是不断求创新，希望照顾到老顾客，也用新的产品来开发新的人客。记者陈信彩虹报道。